我们在玩 snowshoe。snowshoe 呢，就是穿着个大鞋子在雪地里边走路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往前走就是这样的。哎呀，这就跟登山一样啊，可累了。但是这是个锻炼身体的很好的办法。就是德行。都多深的雪都不怕，你看这是 powder， 这个是粉末雪。哎呦喂，但是还是不好走，还是再结实点的地上好走。